The hand of the Lord was upon me, and he brought me out b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and set me in the middle of a mountain. It was full of gold. The white zone is for immediate. Dry bones. Hear the word of the Lord. 圣经在启示录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必应当听。I will make breath enter you, and you will come to life. 希伯来文的听觉概念不单单是聆听，要聆听也要服从。所以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听从圣灵的话，必须服从。在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小组或一个家庭能够复兴之前，首先要从个人开始。复兴从你开始，复兴从我开始。当我们复兴的时候，我们的转变将使上帝给我们的社群也会带来改变。当我们把井挖得深和阔，我们就会有很多亲群。当我们被更新，身边的人就会看见我们的转变，他们会喝我们井里的水，更重要的，他们也会被激励来为自己挖井。这样一来，他们周围的人将会产生连锁效应，开始挖井来满足自己灵里的饥饿。不知不觉中，一口井就变成一条小溪，小溪就变成河流，河流就变成海洋。我们的家庭、学校、工作场所、邻里、小组和教会中，将会有越来越多人参与上帝复兴的工作。当一颗心为上帝点燃时，他会把火带来，并将火传递给他周围的人。但这一切从何开始？他从你开始，从我开始。 John Wesley 曾经说过，给我100个人，他们除了罪什么都不怕，除了上帝什么都不渴望，我一点都不在乎他们是否是全职童工，只有他们才能够撼动地狱之门，在地球上建立天国。复兴不仅从我开始，复兴也从圣洁开始。约翰二书第二章，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出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去，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却存到永远。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权力、性和金钱，我们要邀请圣灵把放大镜放在我们生活的这些方面，我们渴慕在上帝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命。诗篇第24篇，作者问，谁能登耶和华的山？答案呢，就是守洁心清的人。去年11月，当我和巴塞艾伦在一起交谈时，他鼓励我继续坚持上帝通过希望新加坡和希望全球所做的工作。他让我想起领导的三个原则：保持谦卑、保持健康、保持圣洁。在英文就是 3H：humble, healthy,
holy。 当圣灵点燃我们的心时，它会使我们变得更洁净。圣灵不是一个毁灭性的火焰，想要来消灭我们，它是一个洁净的火，召唤罪恶，解放我们，使我们更像耶稣。让我说的更清楚一点，圣洁从来不是通过人的努力达到的，而是因爱圣洁的上帝得到的结果。当我们深深的爱耶稣时，圣灵也会开始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这是圣灵的部分。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我们需要降服，我们需要顺从圣灵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这样，2023年的焦点是燃烧我心。The hand of the Lord was upon me. And he brought me out b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and set me in the middle of a valley. It was full of bones. Come from the four winds, O breath, and breathe into these slain, that they may live.圣灵正为神的旨意和荣耀燃烧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被燃烧时，我们的生命和世界将会改变。现在请允许我提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就是上帝、增长和全球，英文叫做 God, Growth, Global。 让我们从上帝开始。我们要有祷告的心，寻求神。当我们的心被燃烧时，我们会更渴慕上帝和上帝的国度。我们想要更加亲近神，在他的同在中过着圣洁的生命。我们降服于神，我们会把生命完完全全交给主，交给他，信靠他。圣洁在复兴之前照样，祷告也在复兴之前。当我们的心被燃烧时，也会有一种强烈的渴慕来祷告，来寻求神，想要与他同在。阿德·沃利斯曾经说过，每一次复兴的关键都是祷告的精神。让我说多一次，每一次复兴的关键都是祷告的精神。当我们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是门训、外展或是关怀，我们都把它们浸在祷告中。当我们工作时，我们只是工作，不过当我们祷告时呢，上帝代表我们工作，所以呢，我们所承担的一切我们都需要依靠神。1824年，Charles Finney 开始了后来被称为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宣讲福音，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转向耶稣。在他的生涯当中，他看到超过500,000人回应福音。在他担任牧师之后，美国福音派基督教会成员从300,000人
增加到近300万人。 Amen Amen Amen。 Charles Finney 在他的自传当中他说呢，当基督徒有一种祷告复兴降临的精神时，复兴是可以期待的。重点不是祷告的行为，而是对神的渴望才戳死自己来祷告。这是关于对神完全的信靠和依赖，这就是神所寻找的。让我们的心被燃烧，让我们通过祷告对上帝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望。第二个部分是增长。当我们复兴时，上帝也会通过我们带来转变。1972年，当复兴在新加坡的一些学校出现时，他为接下来这几十年的基督教的发展设立了平台。许多70年代开始认识耶稣的年轻人，在成年后担任牧师、宣教士和职场带动者。从1990年到2000年到2010年，新加坡的基督人口的比率从12.7%增长到14.6%，达到18.3%。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小红点的恩典。2022年9月，当我参与一个中文牧师聚会的时候，我与校园传道的一位年轻带领者交谈。当他发现我来自 Hope Church 希望教会，他就这样子说，是他的话而不是我的话。他说，哦，希望教会一个挺热门的教会其中之一。在我们谈话的背景下，我理解他为什么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热门的教会，原因是我们拥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在教会当中。作为这个国家的其中一个教会，我们确实有相当多的年轻人，但上帝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被拯救和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不能把上帝赐给我们这一种促进年轻人的恩膏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事。为了上帝的国度，我们不能停止脚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神的恩典并不消除努力工作的需要，反而它使我们更清楚，告诉我们需要在哪里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投入更多的时间、才干和资源来爱和培养我们的年轻人，以及接触更多的年轻人。我们也要委屈每一个中心牧师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开拓学生组。这并不代表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就没有位置了。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触摸我们自己的年代，也让我们与年轻人在一起，在他们接触在他们的时代时，为他们加油，为他们打气。我要鼓励大家邀请我们还是学生的亲戚、朋友、孩子到我们的教会，并且为他们祷告。若你们的朋友、同学、侄儿、侄女、孙子或是邻居是年轻人，我们可以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小组和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每一位都有份参与神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在做的事。年轻人或老年人，富人或穷人，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一个家庭中来完成他的大使命。第一部分是上帝，让我们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第二部分是增长，我们希望借出更多的年轻人。最后一部分是全球，我们要专注宣教。
新加坡被设言为亚洲的安迪亚，已故的 Buster Rick Seawood 进一步的改善了他，他宣布新加坡为安迪亚中的安迪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种植的教会将会种植更多的教会。我个人也相信新加坡不仅是亚洲的安迪亚，而是整个世界的安迪亚。正如上帝呼召新加坡祝福世界一样，希望新加坡也被招呼来成为希望全球的祝福。复兴的迹象之一就是对宣教的委身，我们必须抓住神对各国的心意。在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对我们的使命就是去使万民作为门徒。神给我们整个教会的呼召是把整个福音传达整个世界。在2023年的枪声响起，让我们继续向不同的国家宣教。我们会举办宣教活动，去开拓新的城市、新的国家，以及去强壮目前国外的希望教会。我要鼓励大家以一个小组一起去宣教。我们也会刻意去接触在新加坡不同的民族，住在岛国的人口有四分之一是外地人，有许多人来这里谋生，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在基督里得到丰盛的生命。他们当中有些因为选择或是情况不得不回家，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将在新加坡经历复兴的工作带回他们自己的祖国。这是上帝将新加坡定位为安迪亚的安迪亚的一种方式。因此门外的宣教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我们有可能从新加坡发出来向全世界宣教。所以教会们，让圣灵来燃烧我们所有人的心。火有很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恢复没有介入就无法繁荣的生命。当大火在森林蔓延时，它不仅会烧掉所有已经死亡和需要清理的东西，然而它会帮助某些种子发芽。这些种子只有在被火焰烧烤和唤醒时才能够生长。燃烧我心，让圣灵的火焰燃烧我们的心，为着神的旨意和荣耀而活。阿们阿们。